就是修甲多少钱？修甲38块钱。那脚连脚甲吗？啊？你说的是脚趾甲吗？对啊，脚趾甲修脚甲。脚甲脚甲88。为什么呢？那说白了，脚比较恶心，所以说贵一点。没有没有，脚又比较复杂，需要泡脚。那不泡了？啥？不泡直接收了？帮你修。哦，谢谢。但是今天晚上还有洗碗呢。哎，你知道今天晚上洗碗，你今天还在修？因为今天如果我再不弄这个指甲，就都破开了。做那个手膜。好。哦，这个。修死皮啊。哦。按摩按摩，哇，舒缓舒缓。哇哇，好舒服啊！那我想问，我如果我不修，我可以借我戴一下这个手套吗？付钱。哎呀，昨天呢，我的工作挺辛苦啊，要做很多菜。这份工我要不要继续下去呢？要的呀。但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们不好啊，他们欺负我。可以报告领导吗？他们全都是领导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微笑着面对，面对生活。做店长，你觉得你的责任是什么？带领他们一起赚钱。有定目标吗？肯定有目标的呀，每个月都会有目标的。那我每天呢？每天也有目标，小目标。什么小目标吧？说来话长，长笑一声。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多问题的客人呢。那好了。修甲的老板他不太讲话的，但是反过来说，我要他开口也是对我自己一种训练，把这个经验可以放在店中。我完全不懂这个人，我怎么去跟他拉近一个距离，也是一个技巧吧。帮你敷一个手膜。手膜那不用钱？不用钱的，免费的。哎呀，反正就凑合。嗯，谢谢谢。哎呦哎呦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戴了这个手套，感觉很踏实，嫩嫩的，嫩嫩的，粉嫩粉嫩的。拿这个汤刷的时候，一拿，哎呀，掉在地上，根本我太嫩了。哇，他们按脚而已啊。你们两位现在在哪里呢？在修指甲吗？就借个床来睡一下。这我躺一下可以吗？好嘞。哎，我就在这里啊，做背手按摩。小峰也是在隔壁房做背手按摩，待会见。嗯，啊，可以的，谢谢。啊，他们他只做背手。哦，就他们不要迟到就好了，迟到罚钱。4点钟，准时，准时。全靠店长。不然的话怎样啊，店长？罚钱，罚钱。我们也可以了。惨了，我的手很白，但是我手臂是黑啊，老板怎么搞啊？正常的。正常啊。正常。很大分别吗？